要諗點解釋啦？我諗點解啊？會我覺得我其實我唔係嘅。因為你覺得？因為夠鐘，拜拜拜拜，完全冇講嘅嘢。我覺得我哋今晚呢個環節咧，就係門徒與我最喜愛的審問室。一陣我哋會暗瓦底 WhatsApp send 一啲問題俾你哋，然後喺十秒內喺手頭上嘅memo紙上寫出答案。今晚嘅兩位卧底咧，佢收到嘅問題同你哋唔同嘅。佢唔會收到完整嘅問題，我哋只會提示個卧底嗰條題目，佢需要回答一個點樣嘅答案。我呢個十秒諗唔到啊！你細細個已經知道自己係理科人嚟啦咩？睇 coffee 啲片，次次呢個都係揾到嘅。富姑娘，啱啱條題目係兒時夢想嘅職業，我自己寫嘅係畫家、足球員。警察、秘书、医生、空姐。我细细个就想做医生噶啦，因为我细细个已经知道自己系理科生啦，系嘛？唔系，因为医生，我觉得穿住件白袍好有型。我觉得你个抢姜多咗。哎呀，你多咗啊！我自己因为话咧。我以前細個係好中意睇卡通片嘅，我呢對近視眼都係以前細個睇電視睇得太多。我仲記得我以前去畫廊學畫畫咧，畫街霸嗰個白沙帽，我仲係畫佢個頭畫到成個刺猬咁樣。我覺得佢真係好冇可以。足球員冇啦，細個就係中意踢波，所以係幻想係可以成為一個專業嘅足球員。警察我都冇啦，我去到早幾年都仲係諗緊呢個，繼續啦。秘書，因為我懶啦，所以想成日坐喺度咯。但好多都可以坐喺度。我覺得細個好難會諗到秘書呢個職業嘅，細個唔係係要諗下點樣解釋先。啊，要諗點解釋啦？係咪諗點解啊？諗解咁咧？話俾人聽。會人生解釋太多。會諗佢嘅咩？乜咁樣諗嘢咁多我哋？會。唉，冇得投票。唉，咩算啦？俾埋 Kevin 講下先啊 ，Kevin 點解？咩有保護 Kevin？ 我都想聽埋 Vicky 啊。我靠！我真係諗下點樣解。我都啦，佢一開始咪搶住姜醫生，點解？好型，好型，好型。OK， 覺得知自己理科生啊嘛。一出世係理科生。空姐係因為可以周圍飛咯，可以免費周圍飛。我哋由細到大都唔公理嘅。嗯，都有道理，我覺得都有道理。係咪投票啦？喂，你唔好搶姜投票，我覺得你都好可以。足球員又可以，足球員可以點？我真係唔知道，其實我猜寫足球員。唔係，如果我淨係俾職業我寫足球員，咁萬一佢唔係問，即係兒時夢想咁點啊？佢萬一問最大志嘅職業，係啊，畢業之後諗住做乜嘢咁我咁都有嫌疑，咁咪萬一邊條題目？警察咯，喂，咁畢業我點解啊？唔係喎，你又啱喎。咁但係你啱啊！咁點解我係用秘書啊？你個秘書點解我哋寫得咁刁轉啊？係咯，咁點解你以前唔係你畢業之後點解我寫大佬啲嘅嘢咧？你睇下佢幾大佬？秘書唔大佬咩？我呢個真係秘書喺小朋友入面唔大佬啫嘛。咦？但係我細個真係想做秘書咯，啊！我都唔知點解釋。你哋會唔會啊？你會唔會想做秘書啊？女仔我真係我都唔知咩係秘書。男女真係啲唔同。唔係細個認識嘅職業真係好少。係咯，你點樣界定？細個先，細個即係幾多歲啊？兒時咯，六歲咯，我諗兒一二啦，我諗兒都係十二歲以前。我係好後喎，即係你中一仲係哇，咁唔怪得啦。後，我中一係我中一二嗰陣時諗緊點樣考 DSE 嚟咯。Bella 嗰個唔係兒時啊，哦，即係都夢想係喎，係喎，你真係會輸㗎，唔好揀我。你秘書我啊，我真係我哋兩個冇嫌惡，冇咯，絕對冇咯。你兩個諗清楚，佢兩個邊個係咯 ？Sorry。而家最後三分鐘嘅最後答辯環節開始。嗱，你覺得係我啦，咁你睇翻上三 round 嘅答案，我一路都係好標準，完全 match 到個題目。有機會係 Barry 同 Bella。我又關注到，即係你覺得唔係他嘛？唔係，我唔係判斷埋佢嘅智商，再。即系灰姑娘，嗯，即系你觉得唔系卡文？嗱，好奇怪，你突然间觉得唔系卡文？因为我仲谂佢哋三个噶，但系突然之间，但系个秘书太
前面答得太正路，佢個秘書一嘢。我點解無端端前面好正路，後面唔正路先？咁點解係 Barry 咧？但係他文係咯，我真係唔係啊！咁戲因為佢哋兩個咩啊冇意義嘅戲，咁咪搞到佢最中意嗰個唯有。我覺得佢哋三唔係我都係我對你唯一嘅一個點就係點解會係咁即係咁專啊？講到。因為我近排就冇乜做運動，就淨係睇 Coffee 呢片，淨係跟佢做運動啊嘛，都為寫佢咯。就係你就係太專，我諗唔到佢如果。咁你試下得個人出嚟。我真係唔係我。你覺得係邊個啊？佢咯，仲有咧？仲有咧？同你啊？你咯。唔係唔係，因為我唔投你啦，你都冇投我。你神經病！大家好重。好。而家最後每人會有20秒嘅機會，可以做最後自辯或者講下你嘅推論。由胡永開始。呢20秒其實都可以唔使要噶啦，因為我啲答案咁正路咧，都你但係你會想投邊個？我想知道。我依家會想投俾 Barry 同 Barry。我自己覺得啦，即係 Barry 第一彎個排球咧，因為佢真係有同我講過排球減肥呢件事，所以我比較冇懷疑 Barry。但係依三個入面咧，我本身好懷疑Bella 同埋 Carmen 嘅，但係我想聽埋 Favia， 我其實我覺得 Favia 都 Carmen 一路都係淨係周住我同 Bamboo， 嗱，之後你一假設佢係一個 spy 啦，咁佢又冇讀過嘅人，得好少選擇，咁我已經諗好咗啦。但係我就覺得頭先 Favia 仲可以啦，因為佢突然之間覺得 Carmen 係一路以嚟都覺得 Carmen 係幫，突然之間幫住 Carmen。我覺得我其實我唔係嘅，因為我覺得我 fans for your information， 你覺得我唔係嘅 ，OK？ 咁啊，我懷疑Bamboo 同埋 Barry 啦，因為同埋 Barry， 因為拜拜拜拜，完全冇講嘅嘢，完全冇講嘅嘢。我同胡永見解一樣，都係 Barry 同 Bella 嘅。見到佢啱啱兜咗 round 咧，佢哋開始喺度舉我啦。咁好明顯咧，第一個想插裝教我嘅一下。你冇揀 Carmen， 佢都冇揀 Fabia， 你都冇揀 Fabia， 冇錯。而家進入投票環節，胡永，你投俾邊個？我最後決定投俾嗰兩個嘅係 Barry 同埋 Bella。我覺得 Barry 佢始終喺 Iron Man 嗰度都仲未可以好。說服到我點解佢呢套戲對佢有意義啦，同埋Bella 咧，我發現到佢嗰張有兩張嘢咧係查過再寫嘅，呢個就係我懷疑嘅地方啦，所以我就揀呢兩個啦。Bamboo 投票 ，Carmen 先知啊，因為佢哋兩個佢篤咗 Bella 篤咗佢，咁佢一定拉佢落水，所以 Carmen 先知啊。佢做乜嘢啊？唔使解釋，大 elimination。Bella 投票。都是他兩個同病夫解釋一樣。Carmen 投票。我投他兩個，因為他兩個係咁篤我咯。同埋我點解成日都鐵定他兩個呢，就是因為他哋講數字嘅時候，他兩個都不約而同咁樣係 focus 波衫嗰度咯。哦，即係今日之前我哋夾好咗噶啦。係啊，我意思係話你哋嗰個 hands 可能就係波衫成嘅數字咁樣。Barry 同 Bella 都系套戏，佢哋讲唔到有啲咩大意义讲出嚟啦。秘书啊，好可疑噶啦。而家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有三个人系同票数嘅，就系 Barry、Carmen 同埋 Favia。咁咧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哋要进行多一次投票，但系今次大家就只可以喺 Barry、Carmen 同 Favia 呢三个入边拣，而佢哋三个系冇得投票嘅。叫胡永。Barry、Carmen 同 Favia 入边，你投两个，我投两个，唔系真认真投两个嘅话就 Barry 同 Carmen， 我 Carmen Favia， 我冇办法，最后决定权喺你手上，但我唔会系咁，唔系你话 Carmen 系噶嘛，你我觉得佢都死噶嘛，都杀拉佢噶啦，咁又系，咁你系咪都死噶啦？系咯，咁佢两个咯。经过咗啱啱第二轮投票之后，最后今晚被指正嘅两个成员就系 Carmen 三票同埋 Favia 两票。好，麻烦而家全部人眯埋眼，眯埋眼。麻烦两位 spy 举起你嘅手，大家可以擘大眼睇下边个 spy。我都话你哋两个啊，你两个波心。唔系我。
我知道，但我係俾你呢個明日之後有少少說服咗。唔同啊，乜嘢乜嘢？你最後尾牛到去話你睇書，我唔知明日之後有冇書。我知道啊，即係我，但係你講都話對中文有益嗰下，我又有少少。我都超帶冇噶，災難片對人生有咩意義？點解你會揀我咧？我都係佢，就因為最後你冇啦。唔係因為咧，他為嘅智商咧就即係拍到呢啲嘢，我所以我係唔揀佢咯。嗱，你睇下佢咁樣話。例如，我想問佢哋嗰題係咪真係波衫？唔係數字咁多。由於今晚的門徒是兩位 spy 勝出，所以今晚是 spy 以外的四個人要一起守法。好，現在我們就進入今晚的懲罰環節。今晚的懲罰就是要坐這個忍笑蓮儀，一陣四個要受罰的人要輪流坐在這張凳上面，然後看完一條搞笑片。在看這條片的同時，他們要忍笑，如果他們一忍不到笑，笑了出來的話，身邊的人就可以開始截他。準備一分鐘開始。你可不可以停止笑啊？挺好玩的。有什么那么好笑啊？其实在哪里会比较敏感？颈啊、腰啊、膝头哥啊。膝头哥。你看我没笑的。喂，这个真的不好笑啊，可以看喎。哈哈哈哈哈哈。九钟，导演要我截啊！我哋笑，我唔会惊黐住他。哇！好，咁今日嘅門徒咧就到此結束，恭喜曬兩位勝出嘅 spy， 我哋下一集再見。